终极一班的同学们，虽然我很希望没有这一天，但是如果你们看到这个影片，那代表我八成已经出事了。现在战况到底怎么样？大东他们算是顺利救出盟主脱困了，不过他们两个现在被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给框住了。我要去找大东。千万不可以！现在魔界为了阻断我们的增援，在时空与时空之间摆下了时空风暴的阻碍，要过去没有那么容易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不管多危险，我决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。宝物雷霆穿越时空，这多么危险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为了对的事情，奋力一搏，为了情义相挺，死而无憾呐、啊，不是吗？这次不能让你们跟我一起去。这不是你说的算。顾战，你还好吧？不用管我，现在我们赶快找到出口比较重要。我是蓝斯洛，雷霆的朋友，他去时空凤凤前拜托我，要我来终极班代理他当老大。你该不会是那种臭屁无花果高校的头？你又是什么来路？我是史上最狠高中生万双龙。这是谁啊？这一招起手攻击是完全没有破绽，比和我打的这狂人还强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接下来要怎样？我才摆了一个要开打的 pose， 他们干嘛都停下来了？他们两个谁才是终极班老大？雷霆不在，应该我当家。终极一班不需要老大。我是终极一班的班导王亚瑟。亚瑟，快杀了我！快！亚瑟，我不都在高墙有什么用？救不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有什么用 ？Hello， 亚瑟王，我叫小八。走开！我救了辽宁女人的命，还让我走开吗？我想照顾你，这是我这一生最在意的事。但我现在身体变成这样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。是我害你变成这个样子的。不管你变怎样，我都还是爱你。雷霆姐妹，你愿意成为汪大东的妻子？如果是，请说我愿意。这世界很酷。